这个阿宪代志处理煞，拜托，人头的是要安怎？做台湾的怎？我代志包装，我得要走啊！伊就是一个冤枉尔，真正出钱的是阮的，阮才是上大股啦。发生一挂状况，这资金的流量都无见。台币128的资金，你想要套入去，真困难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个拜哦，暗时八点，天之娇女。 阿平，老公哦，我只要把阿信黑龙弄出来，今嘛说，哎，我去解决阿信。你若阁继续丢毒咯，我真正去抢你公司的时间哦。金额不唔对，你开始回款。牛金川，我爱你家只的不义之财，全部拢吐出来，反手也赔罪。这声有人要哭，我不识。哎，唔是我被害的哦，伊以后要来找我。报告总裁，阿信已经去找阎罗王啊。 是霸名有鬼啦！你是最大小冤啊！慢走！这边让你顺利来躲过这个难关啊！将来感谢戴尼克先生。你敢会感谢了唔对人啊？真正出钱的是阮的。领导的是要安怎？总裁那个讲，我代志办妥，我就要走啊！总裁是答应让你走，我唔对啦，但是让你走，你已经做财务啦。我这嘛是替瑞亚偷偷转来的，因为你霸占应酬伤久啊，今卖换做主。 没错，你下个清清楚楚，顶头无论啥个人个名，要算像是大股东，嘛只会当由我来代表。啊，这代理哥敢若徛伫咱这边。为滴即卖哦，应税大部分的股份哦，拢伫我甲牛总裁手内。啊，这120的，等于是天顶落来，所以是天公伯啊回我呢，不是你。那代理哥回归过程，遐钱已经骇客，回入去王总裁私人户头，不是用自己的。